影响啊。最近他出演的一部新戏呢，就直接来了个小龙女翻版。日前刘亦菲出演《最后的战争》，和好莱坞大腕飙戏，对刘亦菲而言是个拓展演艺事业的好机会。记者发现剧组也采用 AB 组拍摄的方式，在小岛另一端女主角刘亦菲现身演绎的一段惊心动魄的逃亡戏，和尼古拉斯舞刀弄枪的轻松桥段相比，剧组在岸边另一侧进行紧张拍摄。一位古装少女从摄像机前走过，奔跑着冲向岸边的一叶扁舟，她身穿白色古装长裙，发型凌乱，神色惊慌，她正是刘亦菲。据媒体报道，刘亦菲在剧中饰演一位古代公主，而当天她的装扮不失清丽华贵，令人不禁想起了她主演过的《神雕侠侣》中的小龙女。拍戏结束后，刘亦菲换上了一身休闲夹克。这么耗费体力的逃亡戏，对于刘亦菲这个荧幕老手来说，还真是不算什么。